我们接下来要来告诉我们的合并列印样板，它必须在哪一个位置填入什么资料？好比说，我在这一个空格，我要填入队伍名称；而在组别旁边这个空格，我要填的是参加组别。然后以此类推，旁边这个是队长的姓名，这个是队员一的姓名，队员二的姓名。那我要怎么做？首先。 我要打两个小鱼，两个大鱼，让它形成一个刮弧，把它刮起来。然后呢，我要把试算表当中要填入的那个资料的标题，好比说这个标题是队伍名称，我就把这标题整个打进去。以队名而言，我就在两个小鱼、两个大鱼中间这个引号打上队伍名称。 那请注意，你打出来的字一定要跟试算表上面的字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有错，等一下它合并列印就会出现错误。同样的道理，在组别这边，两个小鱼，两个大鱼，组别要打的资料是参加组别，那我就把参加组别四个字打进来。 那接下来就以此类推，把下面几组资料打完。我们完全依照试算表上面的标题名称,队名称、队伍名称、拆奖组别、队长姓名、队员一姓名、队员二姓名、电子邮件地址，我们依序把这些标题都打到我们的合并练一样板里面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合并练一样板的设定。 等一下，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些资料一笔一笔填进来。